奶丝啊，兄弟们，巅峰赛已经2298分了，夏洛特也打上全国前十了啊！怎么变成十字了？我靠，我昨晚上看还是第九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工藤新一还正好在我上面一名啊！对，已经周末了，有挑战赛，所以我的排名暂时靠后了。那么来吧，先随随便便上个15000。是吧，看起来我们阵容还不错啊，我对选到一个老夫子，那打老夫子还不是随随便便吗？我靠，你奶奶怎么这就选瑶了？拿不到位置就开始摆烂了吗？我真是受不了了呀，巅峰赛第一局就碰到这种牛马，把队友都屏蔽了吧啊，等会这群牛马肯定会吵起来，不能他们影响到我了啊。杨玉环就算了啊，他没摆烂，等会还能给我打信号呢。三角世界来帮我抓了，这老头没次能越啊，先一起走。再说一下，先出塔，大闪击飞，吸引王魔斩，再说出塔，回头再给 E 拿信啊，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对吗？不要动不动就摆烂，哎，我觉得吧，就算队友选了瑶，也不是没有机会啊。那下一把，下一把，算我脸黑，妈碰到这种散兵。嗨嗨，这把没人搞心态啊，对面还选了两个射手 ，B 拿下。周瑜，你敢带对抗路的兵线？怎么敢的呀？戳小兵去个被动，再戳周瑜，激光魔斩，一技能，大招，出激光魔斩拿下。这波能收割，二闪大招，吸引黄魔斩，出 A 一拿下，对面双射手逮着射手杀就行了，出阿里大招，再出吸引黄魔斩拿下，回头给 E 再出去找元芳，出元芳穿墙那算了，开张就免伤，给 E 大招吸引黄魔斩，根本打不动我，这团战不就打赢了吗？这元芳一副要死的样，把他弄死，随便一波了，炸弹猫直接把他，哎，你奶奶的两个都被反杀了。我受不了了呀，我真是受不了了呀，哎呀算了算了，可能是我运气真的不好，队友这把又很捞呀，又 MVP， 我连续拿两局拜访 MVP 了啊，对面又是国服又是 AG 的职业选手猫神，奶奶的好歹也分一个在我们这边啊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再来再来，现在不依然还是全国800名吗？因为对面夏洛特啊，所以多支援，四级的直接来中路蹲人，我有大闪的，夏洛特来了直接大闪，然后象征性的打脸输出，交给队友了，三个打一个肯定能秒的。我靠，蓝怎么双杀了？夏洛特怎么还没死？我受不了了呀！我血比你多，我血比你多，我靠我靠，有点疼。你没被动了是吧？拉近塔，走位走位，我走位。嗨嗨，浪死了吧，再次来中路支援一波，嬴政还没有察觉到危险，直接打闪，这下随便杀了吧。我靠，墨子，我靠，墨子，墨子，你什么操作？你墨子，墨子，我靠，这嬴政都没死。奶奶的兵线进塔了啊，我能操作，我能操作，闪现把龙拉出来，这样就没兵线了，还能守还能守，还有机会啊。我受不了了呀，这队友是真的闹。下一把，下一把，你妈的什么傻玩意，我操你什么队友啊，今天都是我又拜访 MVP， 奶奶的逆风金牌夏洛特都带不动你们这群傻玩意，下一把下一把，我有预感这把要赢了，哎，输了好几局夏洛特赢一局刘禅，哼，老马你觉得你对得起我吗？就算你这次让我赢了我也不领情。老马呀，因为我不领情，所以你直接让我输是吗？我他妈又拜访 MVP， 你能不能给我点正常人当队友啊？再来再来，哼，老马，为什么国服总是在对面啊？再来，老马老马，你解释解释，这你妈一杠13的守约是怎么回事？现在直接明眼了是吧？老马呀，老马。巅峰赛真好玩。